啊，这一套装备是我刚买的，杆子是59块钱，1米8长度，L 的，硬度 L 的一个硬度，轮子也是一个新的轮子，达瓦的一个应该是最便宜的一个轮子吧，叫什么我也不知道，2000型的，价格是158，这一套下来杆子跟轮子也就是200块钱出个头，现在就想试一下这种稍微便宜点的装备，它钓到鱼是一个什么感受吧。来了，哇！想试一下这个泄力的。微信收款121.5元。宏伟。